我就问你，是你媳妇儿重要还是我重要？说吧，是你媳妇儿重要还是我这个娘亲重要？自己说，来自己说。是我重要还是娘亲重要？都重要，你重要。你媳妇儿说的，有一天你媳妇儿说的，不许看她直播，不可以看她直播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怎么做？还是我重要呗？你媳妇说的不让你看我直播，然后你就离家出走了，那还是我重要呗？是不是？我又不是没人要我，娘亲要你啊！欢迎 SSD。话说的是不是？媳妇如衣服，可以再走，可以再换，娘亲就一个。是不是他媳妇不让他看直播，你可以让他媳妇不要看，就是看他怎么选，就只能你可以让他媳妇，你可以让他不要媳妇儿。他都说了他离家出走，又不是没人要他，是不是？欢迎欢迎诺亚大郎。找找孩子就要找这样的孩子，但是找找老公千万不要找这样的老公啊。我们唱首歌。我卡了吗？分手在你口中说出十分冷漠，难过飞在心中然后熄灭的火。我说卡了吗？我以为留下来没有用，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，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。你又不是玫瑰过，好吧。皇马有权限。心轴在冬夜的冷风中飘散的，踩碎的都是梦，孤单单这一刻如何确定你曾爱过我。停留在冬夜的冷风中，我不是也不想装脆弱，我没说不代表我不回头。我以为你暂时就是冷，我以为你累了会怎么连复杂的故事背后都是我听朋友说、哦、心着在冬夜的冷风中飘散的，踩碎的都是梦，孤单单这一刻如何确定你曾爱过我。停留在冬夜我不是也不想装脆弱，我没说不代表我不会痛。停留在冬夜的冷风中，
没有啊，五位 ID 刚开始申请，还没到一个礼拜呢，估计是拿不到。五位 ID 现在越来越难申请了，有没有？原来都申请了，原来人气多的时候都申请了好多次，现在都不好申请。原来人气最起码有八九百活人，七八百活人，那时候一千多活人才申请到五位。现在没有那么多活人，现在比以前还更难申请，而且不可能有段位，而且我那时候申请的六位要一个月之后才能申请，我这才刚申请的，四位了，谁四位啊？四位最少要3500以上的活人才能申请到。我以前就是五位，是掉了，我好长时间没直播掉了。可以买，但是太贵了，买不起。大概五位大概四位要很贵，五位大概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吧，好一点的1000块钱以上，最便宜的大概999差不多。有可以再申请的。姑娘么么哒，么么哒。人好少啊，开学了人都少啊，我的粉丝群都是孩子呀。该上学的上学，你不能不让人家上学呀。错都太错了，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我的孩子吗？想要炫酷的生活，就跟我蹦蹦蹦；想要完美的自我，就跟你不是我孩子吗？想要不停的快乐，就跟我蹦蹦蹦；不要伤心的情歌，我们只要蹦蹦蹦。Yeah， 我们一起来寻找了快乐，自由自在酷毙的生活。无论加班还是补课，都不要忘记听我的歌。只要有了蹦蹦节奏，所有烦恼都一无所有。跟节奏点点。那感觉只有由来，由来个蹦蹦 ，I make a 蹦蹦，由来个蹦蹦 ，I make a 蹦蹦，欢迎美美欢迎花旦 ，I make a 蹦蹦 ，We walk a 蹦蹦。蹦蹦蹦，想要炫酷的生活，就跟我蹦蹦蹦；想要完美的自我，就跟我蹦蹦蹦；想要不停的快乐，就跟我蹦蹦蹦。不要伤心的情歌，我们只要蹦蹦蹦。你想要洋房跑车，我可没车，这我知道。但请你奋斗同时，多点快乐，少点烦恼。如果这时你想放松，快点加入我的频道，我的 party 即将开始。想快乐就不要迟到。又来个蹦蹦 ，I make a 蹦蹦。又来个蹦蹦 ，I make a 蹦蹦。又来个蹦蹦 ，I make a 蹦蹦。We walk a 蹦蹦蹦。想要炫酷的生活，就跟我蹦蹦蹦；想要完美的自我，就跟我蹦蹦蹦；想要不停的快乐，就跟我蹦蹦蹦。不要伤心的情歌，我们只要蹦蹦蹦。好无聊，我自己都觉得无聊。你想要放假，我还想要放假呢。又来个蹦蹦 ，I make a 蹦蹦，又来个蹦蹦 ，I make a 蹦蹦 ，You like a 蹦蹦 ，I make a 蹦蹦 ，I make a 蹦蹦。蹦蹦蹦，想要炫酷的生活，就跟我蹦蹦蹦；想要完美的自我，就跟我蹦蹦蹦；想要不停的快乐，就跟我蹦蹦蹦。不要伤心的情歌，我们只要蹦蹦蹦。想要炫酷的生活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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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。你现在这个号，那你是本人吗？关键是，我不想唱歌了。你是本人吗？你去弄一个号，然后对
我来给你卡一个火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本人呢？哎，应该是，然后我就把这个黄码给他撤了，省得给我那个，我把这个黄码给他撤了，省得回来就是，好了，去整个小号吧，省得回来到时候就是黑我频道，养个小脸本，就算不用摆着看看也好，就不用聊了。我不好那口。就跟我碰碰